们为数不多的慢歌，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觉得很无聊的话，就把你手机拿出来，然后追踪我们的 Streamboard IG 和 Facebook。我想看哦，他会唱哎，你会唱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会唱？真的假的 ？Thank you。应该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少数人士。啊，下一首歌，下两首歌都是情歌，那都是讲不好的部分，不再去猜。在意，把你抱在胸怀。